想多赚点，这些门路不可不知。他们这个行业哦，他们自诩为在不景气的时候，他们是永远没有不景气。都跟人家讲说这一条一百块，所以那你切多少？这是进口品牌过季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定期都会把商品切掉。那这个你切来多少？我这切来一条大概二十几块。二十几块，你现在切的线割要多少？哦，你说卖他卖出去啊？对啊，至少应该差不多，嗯。哦，哎呦，宪哥抓好准哦。动心时代真苦恼，兼差赚钱是王道，欢迎收看，现在才知道。你知道，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啊，网络已经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。是。那常常呢，在我们使用网络的时候，你都可以看到网络上真的什么都在卖，而且呢，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没有错。所以，其实，在网络的商机也是非常有想象空间的。因为它没有国界的限制。没错。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VCR。标榜融合韩国街头的潮流元素，专攻哈韩的型男，如今还能够办秀展，背后的推手是69年次的陈冠文。出入还有蓝宝街，您只花6000元创业，如今年营收冲破300万。本来是家里有一些不想要的东西，然后拿出来卖。像陈冠文这样不想领死薪水，想摆脱22K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甚至30岁创业变成趋势。他就可以这样穿，然后后面其实他腰身都会抓得很好。一身韩版的衣服，37岁的小丸子原本是在电子公司做采购，做起韩货的批发地陪，月赚15万。创业当老板，薪水好但风险大，有76%的上班族愿意创业，去年下降1/1。看来想创业前还是得先想清楚。哇，宪哥，你说是不是真的很厉害？真的很厉害。其实呢，我有一个例子，有人只有用小小的6000块当本钱卖二手货，他竟然可以卖到开蓝宝坚尼，这么厉害。不过你也不要羡慕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要教你，在这种不景气的年代，可以轻轻松松大赚钱，垃圾也可以变黄金，而且可以靠切货赚进原价的100倍的利润。不过听说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来的来宾，其实大家都有切货的经验。我们现在问一下叶婷老师，你当初是切什么货？其实我以前就是不是都开精品店嘛，然后都卖一些日本设计师的衣服，对，然后卖的也不错，然后就觉得说，哎，我们一件衣服的成本都非常的高嘛，因为我们也不是说，日本卖1000块，然后我们就卖1000块台币，所以我们就每次都这样子啊。对，没有，其实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卖设计师衣服，其实有时候一件衣服可能1万-2万块，可是我们的成本也要6000-7000-7000-8000块，也是蛮贵的，所以你常常有时候觉得说，哎，营业好像很高，可是利润空间真的没有很大。对。然后后来就是有一次，就是朋友跟我讲说，哎，我有一些库存过季的，你要不要买？你看就去挑，挑了几件都是哎，吃到甜头，就觉得说，哇，原来我可以买1折2折的衣服。所以那个时候那样算切货吗？没有，那样子不算切货，还可以挑嘛。切货就是不能挑了，叫切货。后来那时候就想说，我先挑一些，然后买看看。哎，确实就是利润就非常非常的高啊。后来我就想说，哎，那你们还有没有库存？然后后来就一问之下，有啊，我们还有很多库存。他就说，其实那个在仓库有一点远，那我给你看一些照片哈，就一些 list， 就是一些设计图这样子，就觉得哎，看起来也还不错啊。然后后来就也谈到了一个非常非常低于1折的价格，然后就一个货柜哦，一个货柜，对，一个货柜大概花了200万吧。然后就进来，后来从他货柜要进来的时候，我开始才伤脑筋，说原来这么多，那我就要去租一个地方来整理。对啊，对。然后后来需要仓库了，刚好就找朋友的，就是家堂空房子，然后租不出去，我们就去用他的那边的仓库在整理。我就每天就是跟我老公上班完之后去仓库里面整理东西，就你们两夫妻。对，而且就在做分垃圾分类。是，对，因为这
真的就是买了一些垃圾，所以我就要重洗。然后还有就是你好像在整理二手衣，有没有那种经验？这样子搞半年呢，然后到最后我也有做批发，就是有一些中南部精品店也会来批发，然后去把它挑烫整烫好，然后放在店里说，哎，这些我可以批发。然后好了，已经成本有一些回来之后，然后就看到有人打电话来说，哎，你们公司有没有货要切？我说哟，好多，然后就带他去看仓库，然后来他就看一看说，15万，我说好，给你，所以就全部给他，我就给他了。就是那时候只是想说把它清掉，对，把它清掉，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做这种事情的料，所以那一次切货其实不算经验太好，没有赚到什么钱啊，对不对？其实没赚到，赚到一个经验之后就觉得说我还是要做美美的服装就好，也不要太好。那问一下丽人，丽人有去批过货来吗？有啊有啊，因为以前也是在做服装，在国外的时候，大学的时候，然后就那时候很流行在目录买东西，在美国，然后我就是在一家公司帮他们做批货。他发现我们，比如说平常我们到个店里去买我买过耳环，就是可能是几千块钱的，对。那你发现你去批这个货，一副耳环只不过才台币，那时候看到有30块钱台币而已，你可以卖几千，你可以卖到差不多500台币到1000，看你怎么样装饰它哟。哇，它那个利润很高，10几20%，其实配件的利润非常的高，鞋子也是。对，我那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品牌的鞋子，然后我们买差不多都是台币1000多块钱，然后我后来去批的时候，我发现哇，一双鞋子才不过台币100块，好便宜啊。是名牌的鞋，你就会觉得哇，以后看到鞋子就觉得这太贵了。那你不会想要批回来卖吗？可是我觉得100块你回来台湾卖个1000块也很好卖。可是变成这就是叫切货了，你要有这样的资金，而且我们是要有这样的空间，对，你要有这样空间，还有通路，对，通路，对，没有通路没有用，囤货就很。那所以 JJ 有切货经验吗？我其实最早第一次是因为宠物，因为我很爱我们家的狗，然后我那时候就去美国。我玩的时候就买了各式各样，包括有那种分离焦虑症的东西，因为大狗比较会少穿衣服，它就是一个橡胶做的东西，那里面可以塞一些食物啊，饼干、肉条。那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丢过去，然后狗就会去，狗就会忙很久，因为它想办法吃里面的东西，它就会一直滚滚滚滚滚把那个东西弄出来，然后于是它就会忘记你要出门这件事。对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哎，我在台湾看到这个东西一个要卖1000多块，所以回来之后我就问我朋友说，我们要不要来切这个东西？然后把它弄进来台湾，我们自己卖，因为其实那个成本大概加运费应该300-400块，就是基本的。然后后来还蛮有空间的，对。后来我就跟那个美国的那个牌子联络，然后他就说 OK 啊，但他们就是有一个量要50万。50万台币，对，就是50万台币，50万很多哎，对，因为就是300两，可是它不是一次，就是它有分批的，所以就是我们就开始算好，然后比如说这个东西我们要下多少什么的，然后回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卖一个，我们卖800多块，所以还是比别人便宜，所以我们卖的非常好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有进衣服了，但是衣服很麻烦，所以等于第一次的经验也是美好的，对，是还不错，就是有赚到一些钱，然后但是现在的服饰店就是比较不一样的模式，对，我们就是因为全部都是各国的设计师的牌子，所以我们就会在每一年那个 Fashion Week 时候，我们都会去，就是春夏秋冬我们会去2次这样，就各去1次这样，然后就是下订单挑货，所以就去看秀，看完就下订单。不是，其实我们这些挑一些新锐设计师品牌的很辛苦，就是每天要赶各式各样的展览馆，哪有我们想象中觉得很好，是不一样的，一直 shopping， 其实真的很累。然后你要一直拍照记录说，哦，这个东西不错，然后那个什么，因为你不能当场下订单，你都是回来等他们东西给你的时候你才可以说，哦，那我要下这个，我要下这个，所以你真的在当地你要一直拍照，然后说，哦，它有什么颜色，哦，这个适合我们吗什么，而且当下的判断很重要啊，因为决定这个月的业绩啊，对不对？是，没有错。所以说行行出状元，而且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不要以为切货那么简单，你只要有钱、有场地、有人就可以切货了吗？不一定，不简单。今天我们请到一个切货达人 Jerry 来，要跟我们揭开这个切货里面神秘的面纱。没错 ，Jerry， 请问一下，你进入这个切货的行业多久了？嗯，
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。因为这个行业看起来是比较神秘的一个行业，外面的人都很想要了解说你的货物的来源，你的资讯的管道是从哪里得到的。货物的来源有很多种，有一些是厂商他做太多存货滞销，那有一些是过季吗？对，过季，像这个就是过季商品。是哦，对，好。那有一些是瑕疵品，像有一些这个是卖场一些瑕疵品。哦，那以这个来讲的话，这个外面卖多少？这个大概240，外面卖240，那你切货多少？这个现在切货大概49块而已。是你切来49？四十九块，差很多。是不是？你公司你卖49吗？这个是公司存货滞销品，所以切便宜切掉。所以如果有客人，他可以懂得拿到。这个就买到这个东西真的是赚很大。哎，这个在网络上常常看到我在卖，我都会点呢。收纳盒，收纳盒，妈妈超喜欢这个的，整个摊开这样子啊。对，而且还有没有网络上一直说透明的，这透明的你妈妈找衣服哦。对，有。哎 ，Jerry， 我现在跟你买，你卖我多少？49。49。然后说100，是50。他刚刚还质疑耶。不回答我。好，那这个呢？那这个应该有时效性的啊。你是要切多少？这个哦，这个的话一次都好几千罐，应该好几千好几万。你为什么讲话这么喘？外面卖多少？这个外面卖多少？这个外面100-200。一两百。对。好，你现在卖多少？我切了，20几块。啊，就差不多10分之1。这个是因为工厂一折了啊。哇，这么便宜。这是因为那个工厂老板。倒了，要退休了。哦，要退休，想休息不做了。然后他机器什么都要转让给别人，然后东西都切掉。这个什么领带这么多？宪哥看他很久了。这个是那个知名品牌，知名品牌，很有名的。宪哥好像在跟人家谈生意，有没有？宪哥很想把它切走，感觉就是占底价了。而且他都跟人家讲说这一条100块，很认真的。所以那你切多少？这是进口品牌过季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他们定期都会把商品切掉，因为他们一直要生产新的嘛。对对，那如果没有清掉的话，这些就库存就是一种成本，就是一种压力。没错，那这个你切来多少？我这切来一条大概20几块。20几块，你现在切个宪哥要多少？哦，你说卖他卖出去啊？对啊，至少应该要差不多60到80吧。差不多，哎呦，宪哥抓好准哦！宪哥感觉好有杀气哦。最近买了15条的那个领带，本来去年是1条500，结果最近买1条是70块，3条200。对，所以 Jerry 像你们去切货的时候，怎么挑商品有专人在负责吗？因为他切回来能不能卖很重要啊。其实我主要会去看啊，是看这个东西的品质怎么样，品相。因为有时候他的东西可能会有故障，会掉漆啊或什么的，瑕疵什么的那种。有时候就算我们要切给别人，别人也会挑。也对，也不是说那么好切。所以虽然价格很漂亮，但东西还是要挑过哈。对。哇，不过真的很难想象，那空间真的蛮大的。对，不过他们这个行业哦，他们自诩为在不景气的时候，他们是永远没有不景气。对，他们造成这种货物的流通，让整个社会更加繁荣。真的耶 ，Jerry， 谢谢你。没有，还好。好，今天谢谢 Jerry 跟我们分享。切货虽然是很好赚了，但是风险也蛮大的。请问一下，这个易如，风险在哪里？对，因为它这个库存啊，过季导电货，你也是要看，因为要小心，可能会踩到地雷。是。比如说，你有可能去切到所谓的脏货，偷来的吗？对，有可能。所以你可能对于这个切货的厂商，你要熟悉，是啊，你要知道他大概的货源是从哪里来。那如果完全不认识的话，你真的是无从判断起。对。那另外还有一种地雷呢，就是说像刚刚我们叶婷老师算是幸运哦，他是一货柜出来的，这产品算不错。我有一个朋友开服装店，他就批了一批货回来，他也是只看照片，就看起来很漂亮，就一穿起来哦，那个缝线啊都是不对的版。哇，那怎么办？对，然后更糟糕是他那个味道是每一件都有味道，感觉很像是以前好像被淹过水或藏在地下室很多年，对，这样的商品，所以它变成每一件都要去干洗，像这种瑕疵就要自行去吸收，对，所以它的成本就变高。对，这个要很小心。然后还有一个要注意，就是说，因为一般都是现金切货，对，除非你跟老板很熟了，熟了之后可能有部分的货可以换货。那有的人他是见猎心喜啊，就看哇这一大批，然
要算下来说我卖掉可以赚多少钱，可是你要算说你到底每个月可以卖掉多少钱，你成本的回收期要算清楚，要不然你批太多到最后就是把别人的货存货到自己的仓库里，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。金妹妹，除了这个以外，现在有一种人他可以环游世界不用花钱，而且可以白吃白喝，你相信吗？真的，所以真的有这种人呢，是不是 Gigi？ 是啊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是出卖你了。我觉得是因为我很 lucky， 因为史丹利他就是有出旅游书嘛，比如说有出夏威夷，也有出冲绳。然后例如说，因为可能就是很多的航空公司，或是一些在国外的民宿，或是一些旅行社，他们就知道我们非常热爱旅游，所以他们就会。例如说像有新航线招待，对，他就会说那我们会出机票，然后以及你们每天的住宿，那如果在当地需要租车的话，我们也会出这个租车的费用，那不知道那个时间你们可不可以，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去玩个几天。那或者是可能有当地的民宿业者，他刚好又有新的民宿了，他就会说那就是他也一样招待机票跟住宿，然后就是邀请我们去玩一下这样，但是回来可能他的部分他就是写部落格，我的部分就是在当地，所以他们也会常要求你就是要配合一些工作内容吗？其实就是是还好，就是打卡拍照，对，我就是介绍，我就是拍照，然后对对对，就是想说哎我现在在哪里，那这不用配合啊，这我们本来去不同的旅游景点就会打卡拍照，所以很开心啊，我就觉得很 lucky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他这个比较没有算是实质的收入，他只是省了钱，对，他没有实质，他就等于就宪哥刚刚讲白吃白喝啦，就是白吃白喝。对，好，那丽人呢？丽人是什么状况？我之前呢是在那个美国，就是我会去旅行嘛，然后我会去回美国，从纽约来，然后我朋友就会说，哎，那你要回美国，可以帮我带东西回来，然后就请我帮他们带很多那时候美国有的品牌，可是台湾还没有进来的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你需要什么样的东西？他说没有关系，就是这个品牌，这个品牌的什么，只要是打折很便宜的，全部扫。有的都去奥莱扫，对，然后就像那时候就是有一个身体乳的品牌，在美国他们有出洗身体的洗面乳啊，然后乳液，很多很多很好闻的香气，对，很红。然后就是那时候他们可以打折打到就是一瓶才1块钱美金，哇，那是才台币30块，对，所以我就是全部每一个 flavor 都扫，然后带了一大箱这个品牌的东西回来，然后那时候维多利亚的秘密台湾也没有，对，然后他们打折也是啊，内裤。也是台币30哦，都可以便宜到，就是美金1块钱，台币30啊，就全部扫回来啊。然后后来我发现，我其实那个叫代购，对，真的，可是问题你没赚钱，我没赚钱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其实是在做代购。我的朋友他在代购，他就是买一些台湾还没有的品牌，然后他那时候回来来店里卖吗？嗯，他那时候还没有，他就是放在网站上，对，超级赚，因为那时候超级赚，因为他没什么成本，他很赚，我没有赚，我想说朋友要，他没有帮你出机票钱，我本来就是要回去看我的家人，应该赚出一点，你就30卖60也好啊。对啊，他就是，而且他就是，比如说30倍，他回来那时候他就是可以卖到差不多200多块。对，现在哦，美国人也学聪明了，现在这些美国的这些很夯的品牌啊，在台湾上上网按一按，都可以直接，他就帮你寄到家里，2000块就免运费，真的好赚哦，他们。那浩如有人邀请过你这样子去，就是边吃边玩？我是还没有这种福利，我是还没这么好，不好意思，不会介绍一下，谢谢大家引荐一下。但我也是跟丽人一样，我也是在英国念书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在国外买的是限量商品。我在英国的时候，我那时候是买那个挑精品买，对，挑精品，而且我是去排那个凯特摩斯乘以 Topshop 的限量版设计，就是这个品牌台湾本来就已经没有了，对，但是我不会去买它的普通 T 恤，我要买凯。特摩斯在他那边出的东西，那利润大概可以赚到多少？我赚了，因为他那一件 T 恤如果是合台，因为他们的 T 恤大概都30到40的英镑。对，那我就换算一下，其实我回台湾卖掉那件 T 恤是卖了10000了。哇，
对，其实我赚了快卖一万多，对，我其实赚了10倍以上。那你买十件不就赚十几万了？可是我没办法抢到那么多，因为他们那边的人非常疯狂。他那个早上9点开门，其实我6点多去排队。他那个他外面其实欧洲人也很疯狂，大家不要再说我们台湾人跟日本人了，他们欧洲人也是排到不行哎，真的，全部所以限量一个人排到也不能买，就是只能买几件这样。因为你进去你也不会，你也不会去看自己是什么 size， 只要有货你就抢了，就拿了，他就那一批凯特摩斯也就没了，而且凯特摩斯还会出来一下，5秒钟，然后就他就不见了，然后没有看到本人，开门了又进去，就是就这样跳跳跳跳，然后你就要进去冲，然后有货你就得拿了，对，所以那个东西就只那个东西就真的是你有就是那真的是超级限量，对，所以我那个是10倍以上，对，然后我还有去买过那个维多利亚贝克汉夫妇，就是贝克汉夫妇他们联名的香水，哦，对，但是香水它就比较没有像那个 T 恤这么好卖，因为它可能是香气的关系，对，那我那个香水在当地买，在英国买的时候是一罐大概是3000多块，回来我是卖了1万块左右，啊，他好会卖，对，可是 T 恤还是很好卖。可是像你在欧洲没有朋友想找你就是帮忙买名牌包吗？我只有非常非常熟的朋友我才会从事类似代购这种东西，但是我会赚，因为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因为一些因素我没有拿那个留学签证，我还是用观光签证，所以我在当地买东西我是可以退税的，对啊，对，那我还是表明了我需要赚一手，所以退税的那个东西我要自己拿，对，他们可以买当地的价格，对，但是再退税的价钱我是不退，可是我觉得也合理，因为人家要去，对啊，而且他要先坐车去帮你选再带回来，对不对，再寄回去，我们今天也找到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达人，他可以环游世界不用钱，真的可以常常的白吃白住白喝的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。想要边玩边赚钱吗？达人这样做，去到这里玩的时候啊，别人同等的价位，可是我却不需要花到钱。饭桌上那个龙虾，吃龙虾也不用钱，都不用，就是因为帮忙写部落格。你点击多少？现在目前没有到很多，大概70万左右。70万来说没有很多，没有。